峡艺术的窗口评弹知音的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名家名片来上山，美梦追梦戏相逢，市民朋友大家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那老百姓的整体素质呢得到了提高，对苏州评弹的欣赏需求也是越来越高了。欣赏评弹艺术的人呢，绝不是停留在内地的重唱了是重拾，更加取决于本质的立意特质变异的创新。所以呢，需要艺员们不断以新的艺术去吸引欣赏者的眼球。那也就是说啊，大家对评弹演员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了。对的。那需要评弹演员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啊。也积累艺术的养料，然后呢形成自己独特的演唱技巧和风格。对，同时呢还要求艺员也观察社会，深入生活，让现代社会当中呢你所运用的语言唱腔能够符合欣赏者的要求，来收入收入的成分绝不是远离欣赏者眼中的成分。倘若呢乃自然不如的社会，乃属于变异的艺术，所谓不大家是无担当。那么从最近30年来的艺术情况看呢，评弹艺术的发展面临着很大的挑战。所以让这个年轻的天主当中去寻觅自家的艺术方向，来适应大家的文化欣赏的需求。在这个大浪淘沙当中，那评弹界呢涌现出了一位敢于创新突破又勇于挑战的评弹勇士，就是赵开生先生。这位艺术家他所弹唱的长篇弹词《珍珠塔》之所以获得广大评弹观众的喜爱，我觉得关键的一点呢，就是他说的《珍珠塔》有时代感，与时俱进。对，实际赵开生先生呢，内行外行一直称其为是一位很有走劲的评弹艺员。从你作曲得以获得弹唱《珍珠塔》，从传统书到现代书啊，才赋予一个新意。看到你所说的书啊和那个唱腔啊和，才是有新意感的。没错，所以像你拍电视节目一样，上台上新，上色上新。一点都没错。那么在今天的第27期名家名篇当中，我们将着重介绍弹词名家赵开生先生以及他的《珍珠塔》。赵开生所说的传统弹词《珍珠塔》能受到广大观众朋友的喜爱，是因为他打破了传统的城市化表演，注入了时代气息，把现代人的一些思想文化转化到古代人的身上，因此他的语言语汇贴近当今社会，观众又消除了距离感，所以就感觉特别的亲切。对，你那样那才晓得啥，开心身上你是非常会的识书的。你让珍珠塔里向那个什么性格化角色生活化。你来举一个例子啊，大家才晓得啦，珍珠塔当中有三位老太太，一位呢是祖国方清的娘方太太，还有一位呢是女祖国沈彩娥的娘沈夫人，再有一位呢是方清的三娘毕太太。这个三位呢才是年龄相仿与身份的老太太。那么赵开生先生第一是哪行来涉入这个呢？那我们首先要说一说这位方太太啊。方太太呢是珍珠塔中一位既有才学礼教又素养很高的女主人，她的一言一行绝对符合封建道德规范这样一个定位，所以呢赵开生先生在起这个角色的时候就很注意语言的轻重缓急和唱腔的纯正以及速度的缓慢，来体现出方太太这么一位吏部夫人。对，那么接下来呢，你先来欣赏赵开生了啦，珍珠塔当中的四位四五十恩人，听一听看一看方太太这个角色。老太太日应付日样有余个亲舅，啥个亲舅嘛？那个农家的个农。那时候开始个珍珠塔，怎么听见不那个男？哈，我大哥晓得，方家里面只有三个儿子，那个现在都是个农来。这个农夫是老太太亲生养，还是勾机勾来？本来身边个小屋头名字叫陈的，这个人心地善良。而且灵巧得不得了，我讲的很好，老太太干了一水真心，干了一头皮好文。那么沈作明领之女，讲了日宁府日阳有女婿，姓三娃又是王，叫王祖宅，是一位秀才相公，保佑军人一代红史，但是口吐功名一三十分之过。你隔出来我上次走过不深，那么几次托人大行请自个娘兄弟到日宁府日阳有去使推迁，让他他们做分歧做上门，因为我这个地方呢你这都是
也不是心改。周岁一去嘛，娘子还是那分大礼。那么儿子多是娘追不开，要不是儿子呀，是分妻过去。这对小夫妻已经有一对小娃生，平常人管不几回去。现在的襄阳新儿子嫁别人，倘若再不得女婿屋里去忙忙里多了，我特意不懂道理，所以气他。你这个阿姐啊，对我真正好。一记春打，他的心最好。送到我身家的，送到于师傅，不晓得用我手啊发家失气，痛得嘞压力困都困不上，你立下来都立不起。那么我求你汉女士啊，第二住手的来为住家乡吧。我打是襄阳地高浪乡于师傅都人家，我当听门心门得上。这个呢，你分送到我身家里嘛，牛肉为住起。可对小夫妻你不能忘记啊。方清一听，哦，想得阿家教父对娘这样好，那么还得给他奉旨都有，我让襄阳也办喜酒，帖子发到日阳，请你都来吃喜酒，到辰光当面下供，孩儿几时了？到襄阳地岗下，是吃了龙的那个天气，管了我的老太爷。我最来路上想会后是雨，路过居松林，松阴地上想可能去买阴凉，是用手来洗洗脚，渗渗凉，听起晒晒凉凉。顶子上有人讲起，你中毒雨的牙不上身，为娘有气口，笨大娘，这次被叫上，有了太太啊，彩铃你听不要。来看看今朝么开心事体，你讲本地四百娘，我们一讲神仙老人，哟，来太太啊，事过境迁么，这种事情不一样地来呀。你提起来了，故意也提哭了，不也哭为了故意的身子噻？电视机热了，听看到起了啊。现在蔡姑娘带狗伢子去喝杯水，哒哒哒，做事情够气气啊！啊，天地菜啊！娘子把你们开开心心管会哭啊子狗样。离我来的现在不是想打出来个大女兄，不经一拍子清个现做的狠心刀刃，替现下去嘎一抽，抽得了他的恶党训斥，抽得了他的党色不行儿子里。你在关心那天记得那他弟弟的。二吧，母亲故去之时不得意。哎，母亲，你本当是被叫人怎样啊？你怎么跟对被衙门娘娘水的好被衙官本当是被叫人啊？若是月三之雨风在黄酒楼上来你孩儿
若是自尽都尽，哎呀啦，你死不得的呀！来，他靠带你妈妈，你现在关在来啥来不及在，儿啊，为何？自卑，不立当家君。谁过了丈夫为娘之恩可是够的恩是刚才我们欣赏的是珍珠塔中方太太这样一位正面角色在这部书中还有一位典型的艺术形象那就是陈彩娥的母亲陈夫人她的年龄和方太相仿当时性格呢完全不一样啊、嗯、她是一位可以说是私立姑娘对、嗯、那为了展现这么一种人物的性格赵开生首先在语言上做了特别的处理音量是高的语速是快的有时还拉腔拉调那么在弹唱中呢不像演方太太时那么深沉而是唱得有点滑用这种方式来表现出陈夫人的势力相势力高呢陈夫人让整个甄子丹当中啊车上的字数还是比较多的嗯特别是方清儿世界高呢可以一头神在当中呢陈夫人是表演的更是淋漓尽致好我们呢就请大家一道来欣赏一下邵开生受气的势力高呢陈夫人好慢不能听见方清马卡马美杰的一声心里想咯噔一来做啥三日三顿是洗两十三句一年到要呼吸十句我心开心但是个个是大事体啊他们来上岸来聘用我顶顶面孔一般弄得卡杀外家门怒气质啊放弃是留得走过的这个嘛神你
人上大，随即得下一身病，可恐怕后为他做官啊，为他得宠啊，要么只看到你不识字的。莫非是小爷的刺客，他的才有钱，这种人在心当作两语谁心？不，天气王的年纪还小，刚刚受伤了，还未喊出来新的规矩的。莫非是没大名，天子百姓里，靠朝中不靠文章，插插蹦蹦靠大心。要么现在靠上里向，不靠不过文章了，靠两只大人啊。虽说又不是文艺单位，那我得靠大人家。结果才翻转了一下，今朝我的二十方清绑定了紫米堂上想一亿一银，每对一脚，搿点奇葩看得出，是这样子。而且我分绑这个门前了，平门被斩啊，我也割出面的。方清走至棺材，碰鱼龙几杯，再个碰蛇杯，搿些就对金锅里想，再个开个铁叉碗。当当啊，有人身体必定不走过，不得怕的，不割出面的你走过，而且我吃啥你走过。既然吃啥你走过嘛，那房子里的白面孔的老婆也被你藏得人呢。谁吃对你问一问。来与一花绿影，花里几风起木声，这壮壮人像走过影。哎呀，方清走过了，老头子白晓得吗？既然晓得吗？杀鸡放枪。在你下来会失去我，不当不能让。这都是最聪明，但这个当口为了失去我。他们是马翁西出动起舞出生，那么你磨三门有功夫，彻底啊，凡夫老女子，凡夫彻底啊，是要出生，当作文法，才查得通的，终于开过。各种事体，哈来瞒骗我啊！刚吃完了心脏的，当失去我，第二周出卡，都是出名。是功夫气不哈，上人女婿更关心，吃了啥的女人福音，把鬼王云装作几几后方群。妈妈你这里是让白白瘦瘦了，那谁帮方去不帮老婆你，做人做得了心情谁的大不容易，想得个大遇得的遇，三年既又是你喜龙龙得我是落清佛卡太灵丁，那龙德上顾家挂什么？
对外界来看，才是算你吹气嘛。哎呀，十三年跟我这排队，不过二十三，小区忙着忙的一切，侬想啥个呀？不说吹气，叫你出来，把你吃顿饭，不点半数不拉你，让你再滚蛋。你哪个？呀，夫人，哎，当么你们不点你搞清酒馆？啊是啊，嗯，不点你搞清酒，肚皮我们自家饭煮来吃。一半数嘛，自家开开门来弄完，用不上鸡吹吹上去关。我想想打不错，等你回转来，这三句眼泪金。妻子三年今朝了刚刚来，虽说方才紫薇堂我弄僵脱，还是你想个办法呀？夫人来接点啥家？接点苍丹行吧。但是一出口的米汤要摆八几台子，说起来女士当中呢，原来做苍丹这个显然是女婿啊啊。太子身高方高，别干别的，当官出去，当别的把那一头上我们刮出去，才是你想的。崔志帮着你三年了，今朝想你来，妈妈你饿饿饿子，胖胖呆子，西人啊西人，喂，山民做错事体不是刚来吃粮食下的啊？非一三十一人一死一追会上十步子张了你吃了你上面啊我骂你呀夫人你那不我吧不骂你骂哪一个吧哎呀夫人你那说的不我你我已经帮你呀嗯好帮得我好帮得我的今朝终身不得了我当初错的路至于如了这耳朵根赢得今朝与这势力明都是你错的的今朝个走人不得了我错的你了那我也错的你去死嘛你要去死啊哎我倒是个错啊啊我东家的西家的知人不做主了，叫我来做主啊！你上来自个时间不正稳，三三月来了，也弄得我众人不得。十里姑娘这名声难听啊！破十里姑娘名声难听，嗯，做人做不得这，那要名声好听嘛，也这里办法的也有一个。那谁的呼吸力呀？这些桌子得来得及，都是有办法的。那么妈妈，你让你脏气的，脏气我实在不脏气。啊，不做事的姑娘来有办法。一般，啥个哈？不敢来。哎，这样子的没有什么错的吧？各种办法，谁又让你来他的头上？咕噜你说得出来？好办法来他，就当被浪费。爸，那是我军师，你干呢？发，军师发总裁，乌鸦死就在。不，我批不正的。早知故而行此礼，现在我龙家军师来吃难，哪可以大哥难怪了我不走十里姑娘家妈，扣了那扣哪里的事啊？哎啊，刚刚在哪？今朝嘛晚书嘛，这不？哥们，你在那早知故子吧？哎，早知故们，你发哪本子吧？说得出来，能不理们？那是你耍？耍娘吧？耍娘吧，孩子吧？你在那里说，姑娘们的确是十里姑娘家。我啥么娘嘿嘿送那份十里姑娘我这种那个啥么娘发种那个姑娘子阿童童嘿可可好办法姑娘十里姑娘而且啥么娘错过是一些分上身的哎我要分得了一个女婿的上不交流的解决我不交流的开始对嗯丫鬟们宋金玉我这走方亲的兄弟不走方哎呀春阳的呀你来了公娘有娘谁是牛一个无人那你那一高的牙签路上白发下可别上不离嘎宾啊不容易总是不离相声珍珠塔中还有一位夫人，那就是兵部尚书的母亲毕太。
身份很高，这么一个人物在观众中留下的印象也是很深刻的。他和以上的两位年龄相仿，但他呢既不是方太太又不是陈夫人。这位老太师好恶分明，快人快语，惜贫怜孤，不过呢有几分韧性，所以呢赵开生在塑造这个人物的时候呢就把握一种轻松愉悦的心情了。老先生啊，平台观众相当欢喜逼他夫人这个具有个性的人物，所以当平台有时他争取他逼高兴的辰光呢，欣赏这个心情才会感到很愉悦。那么其中四美西贵他是平台爱好者非常欢喜的四位。好，我们就请大家来欣赏一下赵开生先生让各个一位书当中的表演。蔡姑娘您眼睛大大理想哟，不太夫人两位沈夫人在上，沈家的女得知亲爱哦，两个老头了刚才呀杀伤力的都是一个我的宝举我来被他太可用美金的杀的一脸，所以常常没空干。哎呀漂亮的啦，哈这北京的居屋区谁高子的谁风都给，哎呦说的很可给。而且的其他我的两样给上了，其他我的大金的恭喜恭喜，一张五百一的上司立两样得知亲欧只能搞唐了门子。跟那种规矩你也有理吗？别他的身体稍微切一切，哎呀这位身价几几不给啊啊，沙丁丁为主妇让不得了粉哈，两位帅夫你客气上是啊，快快请起，是都是太夫人都是帅夫人，李起身的太有几步富非常人哟，太夫人两位帅夫人身价比女，恭喜太夫人好喜帅夫人，我有个个我的呼的啊点都吧，这次我的别我退个队，哎呀快快亲戚啊少亲戚松松玉山是啊少亲令哟，都是太夫人都是少夫人来起身来，哎呀想听这一口必须这样子，这一家子方他他的力量，所以这一代来他他不必告知告诉是得过你是个老狗哟，别放弃真在于哪里，沈家婢女也得知亲爱呀，应该说了他他你帮帮忙呀，方他他不懂，现在谁知不拿死动火家自己和我旁边都在睡了，对蔡平的吃的别家里想来啊，你随时要扣一扣别想家发不离扣别想家外出去不干的给要吃三五个这个忙我应该帮，是啦妹妹临安年正是鄙人下雷家名人相亲大事善偶一开啊啊被他他进出去了，对了叫妈妈哦，你今天来相亲的不是来外亲的啊，可不能放心啊，他的能知的行业不会搞很多功劳的，要可搞但是方刚的进步可以的不可被他他你比较过两下鱼傻是傻不会不能够你同你一样，阿拉姐姐小女们给马风呢你在旅馆面你容你自己当心的啊，你在那里身体不大好，所以今天呢这里分我旅馆他的所以你们那是不是呀这是相位不在乎今天呢啊，今天就不要进来要进来外头的哥哥人人格格咧咧放他他对外走来对蔡姑娘妈妈应柔不来了嘿不来啊不能不来，今天后头不是这样母猪就吃啥不管姑娘再来哟，别放弃人在于哪里，沈家婢女要开亲进来呀，应柔让他到那再帮帮忙呢，帮他他替你忙费老娘都听懂到吗，还来够了正在各个屋里让他他是来呼吸可不然呢顶都在旁顶之外，是他妹妹我不是为的啊，上次压的一记吧因说屋里呀都几个东家都挪问上司你还得记一记，别他他这里的身材我啊你脸皮脱了啊，自家不能来看我囡了，怕个惊喜了，对还不记得？
啊，这位沈家姐姐啊，别家小姐身子不善，今日你不要见面啊，要上司下令的张王之中独领一职，别多烦人啊。啥你要上司家？侬要看别小姐呀？哎，别风水君在那里，沈家明也得知情。哎呀，崔家大娘不清爽，我今天那么苦苦的没谈点故事，可现在我得就可以出去。白小姐，等他子内拉的，我比他他走得着。啊，一定要见，非见不可。那么你可不能先去相见，那姐姐。好，我接。你看他不忍心的，你忍心不我见个，怕我的领路上去。我们俩现在谁在那落得呢？哪能看上去只有出去吃啥物事？蔡姑娘说：“米头一嘴，头一滴嘛，不行。”你到底？为啥面孔漂亮，讨人欢喜呀？大东大西最便宜的。你进来两位媳妇，你就看中了哦，个个屋里亮亮。现在听啥么子？一见别个那个小姐啊，对付他他忙忙小气的事儿。姐姐们呢，面孔那一副得特快不灵气的。谁干？你来领领上去。其实两位媳妇呢，你坐了旁边一家难过。两人他讲的是你说古董，听啊听不懂，哎，我也错不着。再什么一番懂一番气，这样李公夫人当起是疲倦，屁股搭了一堆堆凳子个边，是不啦？哎呀，也算了。各有三个机会，弄到姑娘房间里，大家猜猜不想想在阳门上，一高头势单力薄。大三夫人对二三夫人妈妈有柔，弄个屋头邻里上去猜猜，阿姐。气门两高头，李伯怕不要动力气上来啊！不不不，哟，蹦蹦，这位沈家姐姐要进我家一个，可以，谁无引领上去啊？别他他别你都忙忙，你都听不懂我闲话，我非理解呀，啥念都也谈，错开的那阿家是老旁边玩，我都不能拉来子不许去玩。心里我是个只里等他里多两三和两位医生你们引领啊、是啊，哎呀，真是辛苦你们吃领导啊，要拉等一晚再当不要吃哟，那么是心底支持你呀，分内受当、哎、你必然的嘞，底支持心分内受当，对你都忙忙领经过领上去，等你能先将等我先打干嘛事体，等我靠恨他不长皮，嘘，当心点，是大木师傅你过来把水沾，这位沈家姐姐压进我家一口水，我们来呀，有道的两位师傅，沈两位师傅你把别的蔡姑娘来了当中，两只水不两位师傅你这张菜两个三高的机灵机得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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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去被他当成作业，身体像高粱和雨的人啊，做啥不得跟你都进去能现在的呼吸办不得呀，这点很惊梦但是能现在当里老夫只要钱的难一年，然后叫了老板闭关时间不能办完，好不得办法，一声吩咐锁门落台，把罪人开路抄袭，吃茶本吩咐开路唱戏分，两舍夫人蔡平弟他们是么轻轻恰恰是一门，你多了忙着李相来，李相来这得谁上人们写在身边两心腹卧底叫牛津必写写得方他他来立到地门被站一人听不等啊三七飞八写下西域亚的林瑞士沙绿的一批响声门音，他写下都是几分钱写下
各位别看这个现象呢，但是你猜我无人脸上的题生前个现象都让你不过的理智样样不过你吃的，所以比较大方比较吃糖。各位必须想你上头有五妈，五妈不过有两阿哥，阿哥扶了扶里向有两阿婶，随便上事体嘛，轮不得你一个身上想。哎，所以你呢胆子比较小，怕骂啥，口气骂啥呢，还得要发恶呢。各种现象赢亏了明日，那今朝无法染改。父亲的银行不认得，白上了电脑上一脚滚开来，是那一蹦，根本来难呢，不要啥个。今朝听见方太太的么，你心里就要憋憋贴。两屋的当当当奔上来讲，都是天不黑嘛，现在会花容失色。哈，今日为两后无事。哎呀，现在都是天不黑这个，你都不他他打得了身家的屋的，但是背要苦难呀。哦、那么刚刚呢他他迷糊一辈嘛，但带你就记得罗里向的两位是夫人压力都压他哈，就是罗里领导来这样。哎呀小姐，你咋么好分了不离口吧，你都现在你要分口几个，你不离口嘛，你要十分管亲自买这么十分发走啊，发个手给分了不离口给带你忙忙，我的分子做生意还发破十分，这个两阿三都不是不晓得我破马三个呀上来做啥呢。哎呀嘞呀，小姐，所以身家一几几，喜乐不用人力，是我身子不善，进着不急，所以上司张望之中都领一只，现在这有什么在买嘞啊？刚有当心点，一女吃亏是女意，你家的人两夫身，阿三个脾气差啥个？都刚有当心啊！现在这样，你什么在？你什么在？哪是两高的压鸡嘛，当是零钱。您出来，忙着扶梯里上一领一米一个，像杀狮子那一对。哟，来这，来这。喂，沈开呀，姐。哎，我小夫人。谁在那里搞什么鸡巴？今天不急啊。哎，非要搞来咋？要上市都领去，五十万。对对对，去都领去吧。哎，那么大哥年纪小了呀。是干呀？还是了，夫妻嘛，那总归都帮你。喂，这你客气点，你好好的说。哎，对对，哎。别上来，别上来，别上来！呀，蔡姑娘，你听啊，人家都只给他当家不急呀，对不呢？一周年的婚礼，两位少夫人三个两阵轰天炮，跟压岁岁让我兄弟呀，接得第一地嘛轰腾都老的。这个蔡姑娘，弥漫一个家底，直播一批三家一等嘛。那哟，可可我的。推上去要喝口的，先叫他蹬一蹬，个身都哎呀哈！哎呀，周先家姐姐，何故要上学多推啊？下面还没夫人。好，观众朋友，这期的名家名篇就到这里了。下周同样时间，第28期的名家名篇赏析，我们将播出的是潘奕麟作品专辑。好，观众朋友们。